咱人人学佛啊，啊心应如大地啊，那爱重用众生报善经济啊，改行性功，菩萨的心啊，应如求准。闻道众生不退无明流，达以边缘啊，就是要跟大家人讲，咱人人啊，拢是一心要学佛嘛。咱选择学佛的人生，既然是学佛的人生啊，上重要就是要跟佛学入心来，所以常常跟大家讲，念佛啊，念入家己的心，用家己的心啊，那就是来比佛心。所以佛心即心啊，就像一大愿心。所以既然学佛啊，这念心是什么心？心呢，爱亲像大地共款啊，看天下大地啊，也当头永生万物。所以，只要咱的心地如佛心嘛，自然呢，就是也当头来供养众生，众生无明的心地。咱要安怎为众生这地心地来改经营，为因缘的众生啊，无明的心地来改报善经济。所以咱爱家己先把这片的心地经营起来，咱才有法度去经营众生的心地。所以重用众生，咱要把心地呢完全弃敌无明，那一旦安尼诸多啊多人啊，一旦通共成性果。所以学佛不是干那诸多利益啊，修行者亲像农夫，大地众生的心地好好来经营，这叫做众生共福啊！那众生呢，智慧如一，敢不就是呢？大地众生皆成佛果呢？搁在菩萨的心，要成佛的意境啊，就是爱心行菩萨道。所以啊，佛心开始呢，以菩萨心爱发菩萨愿呐。菩萨的心是爱，菩萨的愿是坚定。所以呢，咱发这份呢慈悲爱惜天下众生，这叫做菩萨心。那坚定呢，就是智慧。咱的信心坚定啦，咱不是有讲过去吗？咱信为道源功德庙，这个信才有法度重用咱的善根。所以讲菩萨的心，爱有大爱，爱有智慧。所以慈悲智慧，慈悲就是造福人群呐。那智慧呢，就是教化众生。这个是菩萨的心。那菩萨心呢，爱好亲像迄个桥，也是船，将凡夫地到圣人的境界。菩萨啊，爱做起了迄个拱桥，咱就是要让凡夫呢打对咱的身躯过，咱必定呢爱真勇健呐，安尼
拱桥搭起来，自然啦，众生就会当头安全，将初眼到彼眼去。也那是真宽真大的河流，啊，都无法度用桥咯。那咱就用船，船啊，来运导众生，不提无名流。众生啊，都是无名执着，在这个烦恼中啊，受这个烦恼波浪啊，安尼甲咱沉沉浮浮啊，偌尼辛苦啊！所以，咱既然要学佛啊，咱爱心立志做菩萨，爱亲像供桥，亲像渡船呐，咱自渡渡人，搁再呢要渡众生，要安怎渡烦恼无明？那就是因为烦恼无明啊，使得咱呢六道轮回啊，不得四种何去？那心呐、啊，从何来？无法度好，互咱去选择。咱这世人伫咧修行，莫非呢？嘛是期待未来的方向。有个人清清楚楚，到生命的末端呐，还是心念已到涅槃，爱回归到如来的本性。如来的本性啊，不生不灭啊，无始以来，人人都有如来的本性啊。只是呢，一念无明起啦，所以轮转六道，生死不得自己啦。按现在，唔知有几处的六道啊，无法度好算计。过去呢？随着烦恼流啊，伫咧沉浮生死，真无容易啊！咱有结着这份的缘，依佛有缘，依三宝有缘，咱信仰三宝啊，归入佛门，选择道场，这拢是咱家己有法度去选择。咱所行的路，这个真实度，咱到底有步步踏实也无？方向有偏差无？有向前前进也无？使人饮水啊，凌乱自知啊！到底呢？咱是还坐在船仔顶吗？还是伫个爱河千秋浪中吗？或者是在无明的激流中吗？无明的激流，或者是贪着的河流啦，拢是真危险。你坐在那只船的面顶，也是真危险的。咱应该要坚固咱的道心，选择的道场，要行的真实道，咱必定要自度。步步踏实啊，那呢，这会当到达彼岸，到达彼岸去呢，那离开那只渡船上彼岸，安尼是上安全啦。法呢，渡船啊，都亲像法，用这个方法教你安怎去哩，唔是爱你呢，执着伫迄个法里。法就是方法嘛，每一天每一天，咱爱多爱用方法，咱才会当头真正的平安自在。所以各位菩萨师嘛，应如教传，闻道众生不退无明的话，达以彼岸。希望咱人人既然是。选择学佛啊，
佛心应如大地，中央众生报善精济，皆成佛果。这敢是咱大家人的志愿呢？咱唔惊辛苦，愿意做拱桥，愿意做船，愿意主导，愿意导引，那必定爱经过了这条呢无名流，唔通搁再滞留伫迄个所在。这是我爱大家人，大家过日呢爱平安呐、啊，爱精进呐、啊。唔通呢？伫烦恼中啊，安尼伫咧打转啊。定定讲，内令自谦即是功啊，外令力量即是德啊。功就是对待家己爱用功，咱的心啊，发起心来入了原来啊，咱到底呢有甲家己呢好好奋发。困惑咱的无明烦恼，提起了咱无明懈怠的心念。咱到底呢？向内心有伫咧用功也无？那有呢？咱的心内力自谦嘛，外力内强。那内底的心已经什么都无，就是谦卑。咱的心爱有开阔。所以常常在那讲，心量爱放大，放大到呢虚空，所以叫做心包太虚，心如大地。咱呢，就是咱的心地偌大，咱都无法度控偌大。所以心量爱开大啦，咱才会当向人人有礼让，这叫做克。积福德，积积就是功啦，福德呢就是德啦。咱有法度功夫到安尼的程度哦，那安尼呢都有功德哦。所以讲，地久功德难思议呀，愿力得定善慧地啊，辩才无碍得清净，宿业重重。一时灭，处地庄严波罗蜜，得到功德的机缘呐、啊，实在是真不可思议。多位不可思议呢？愿力，人人发心立愿呐，这个力量呢，这会当通使咱定十地哦。那先会地就是地高地啊。成为菩萨，爱步步呢向上去哩。所以啊，咱从发心欢喜开始，咱的心地呢一点一点啊向前前进。只要你有愿力，一定到达了贤慧的境界。贤慧，贤就是无恶嘛。慧就是清净嘛，清净的智慧。那清净的